大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准备好了。石天君回国授权以后，我就已经升职。我不是梁飞的对手。可是梅季子科长他很有信心。他当然应该有信心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，他一定会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任务的。 通知货场，晚上8点发车。发车。梁飞在小灰楼完成了任务，而我们的1亿元伪钞却趴在货场。你觉得他会信吗？只有让梁飞知道，货车一定会走，他才会上当。以梁飞的性格，他是不会让这些钱流入国统区的。 你真的是很了解梁飞呀。其实，你也很了解，不是吗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实在没法把现在的你，跟重庆的蔡雪丹联系在一起。 是战争，我也不想变成我现在的样子。但我必须为帝国效力。哼，其实，在重庆演戏演得太久，以至于我甚至有些喜欢从前那个蔡雪丹。有件事情，我想弄明白。说吧。蔡公权。 到底是不是你父亲？如果是的话，我想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我父亲，他伤害了我。我母亲是日本人，浅野是他的姓氏。父亲到日本留学。 遇见了母亲，生了我，可她回国之后，杳无音讯，你知道吗？我母亲带着我，吃了很多的苦。她很漂亮，可我却一天天看着她被人欺负、变老，最后死去。你太可怕了。 从一开始，我们怀疑夏琴，其实就是进了你的圈套。你说对了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宗敏，我希望这样的事儿，以后你不要再问了。我明白了。 宗敏，去火车站吧，帮帮山本老师，他被梁飞屡次打击，我真怀疑他到底还有没有斗志。去吧。好。 这也太安静了，怎么会只有这一点日军守卫呢？1亿可是很大一笔钱。确实，有点不太正常。这1亿伪币，要是到了国统区，那遭殃的还是老百姓。太诡异了。难道真的是兵不厌诈？这次任务，你们就别参加了。梁飞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又要单独行动啊？ 这太危险了，不能让你冒险。咱们是一个战队，你不能一意孤行。你既然说是一个战队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这个战队的队长，我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。
这是命令，执行命令。不要你来吗？我跟你也说过了，我们是一个战队。当然你来了，来不及了，20分钟以后，火车会到达嘉江跟彩霞的位置，小鬼子在车上，一定会有布防，到时候见机行事，不可冒险。好，明白了，行动，小心点。小心。喂，报告，一切如常。那就发车吧。老师，辛苦你要跑一趟了。为帝国效力，是我分内的事情。梁飞，你到底在等什么？山本大佐，一切如常。放心，梁飞一定会来的。齐活，就等着飞哥他们凯旋了。紧张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紧张什么呀？本来没什么，让你一说，好像倒有什么似的。我这不怕你冷吗？你给我披上，自己不冷啊？好歹我也是一老爷们吧？怜香惜玉是一个绅士的本分。想夸自己就直说，别把我烧着。什么香啊玉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你知道什么是这情人眼里出西施吗？我只知道饿狼眼里出猎物，说的就是你。哎呦，我怎么就没法跟你愉快的聊天了呢？这衣服披的，好心当成驴肝肺呀。不是你别这么笑行吗？本来我没觉得冷，让你这么一笑，好吗？我这鸡皮疙瘩全身都起来了。哎呀。我笑的有这么恐怖吗？你笑得很玩味啊，我从你这笑容里完全判断不出什么是好赖坏了。我是像你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。真的？假的？我这颗受伤的小心脏啊，可算是落了地儿了。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啊！
王家将，你跟我说心里话，你加入战队之后，想没想过离开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不是，你怎么又这么看着我呀？成，我承认，我中间是有那么几回想那什么，不是，可是我当时有这想法的时候，我立刻我就让他胎死腹中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就咱们这一伙人吧，是吧，在一块儿混不错。你说我要是走了，我就觉得我像是一离家出走的孩子了，没招没落。这什么好听的话啊，到你嘴里就永远都不好听。什么混呀，什么一伙儿啊，这用词不当啊，以后不许再这么说。但是你的心思我知道，还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我的心思啊，你也未必完全了解。哎呀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呢，没离开战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闭嘴啊！王家将到，真喜欢姐啊？必须的呀。那姐教你怎么追姐呗？怎么追啊？快请明示。找根线，把嘴缝上。得，我这热脸又贴一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死性不改。报告です。列車の方から連絡がありません。10分おきで連絡が来る。寮費は必ず現れる。はい。杨飞一定会来的。万一他不上当？没有万一，这就是美纪子下令开车的原因。我得去看一眼。对啊，咱们已经走了三节车厢了，还是没有看到围城。一亿元不是个小数目，会占很大空间的。前面还有一节车厢，走去看看。还是空的。不好，我们上当了。什么？不好，快撤！快撤！走，上车！你跟梁飞也太让我失望了，这么大一陷阱都看不出来。徐宗敏，你给小鬼子当狗的滋味好受吗？梁飞，你别再顽抗了，这里根本没有法币，你们上当了。徐宗敏，你个王八蛋，跟你拼了！黑子，别冲动，我掩护，你们先撤。活捉他们！梁飞，怎么办？赶紧把门打开，带徐文跳车。是，媳妇儿进来。梁飞，我不走，我哥还在呢。喜文，走，服从命令。哥，快走！走。
快过来！躲！躲！躲！秋雾，怎么了？我腿中枪了，走不了了，你快走！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我要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他们不会杀我的，你活着才有机会，快走！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，走啊，照顾好我妹妹。少雄还是这么英勇无畏啊！王八蛋，叛徒！梁飞呢？梁飞呢？让他给跑了！啊？什么？没杀死你之前，梁飞是不会死的。煞星，報告です。列車の方から連絡がありました。両飛行が現れたそうです。ですが、両飛逃げ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こんな緻密な行動から逃げられたなんて。知らせろ。南京に戻ってこないで。長州に着いたらそのまま災難に向かえ。哎呀，大名鼎鼎的上队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其实我挺可怜你的，跟梁飞交手这么多次，你就没赢过。我比你更了解梁飞，我知道梁飞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所以，你就是我最好的诱饵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把梁飞引出来的话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那少队长，下去休息吧。报告，美继子来电，抵达徐州后，马上带他奔赴济南，他随后赶到。济南。另外，美纪子提醒你，尚未与梁飞决战，还需要您的助力。啊，美纪子是想在济南与梁飞决一死战。这回任务失败，责任在我。希望。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要不是因为我，
你哥也不会被抓。不能怪你。我觉得习武大哥肯定没事儿。这次山本的目标不仅仅是上习武，更主要的还是针对梁飞，所以他不会置习武大哥于死地，而是会通过他来牵制我们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说的还真是有道理。我要是山本，我也这么干。哎，那就说明咱还是有机会救习武的。不是，那什么，媳妇儿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在奉天的时候难不难？是吧？ 咱这次在南京这任务难不难？咱不都完成了吗？所以说这，你说两句，你这么说话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样？后水站我安排着了，进出的人不少，可是没有山本的。 是没回来吗？不会是去前线了吧？有一个消息，梁飞，今天南京电台重复好几遍，说是济南破获了敌特活动，抓捕了尚西武。不是，小鬼子不会济南、南京都分不清吧？没错，山本他们没有把你带回南京，而是带去了济南。 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你哥还活着，而且人在哪里？我就说吧，他一定没事儿。那咱就肯定有机会救习武了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哥带到济南去呢？为了引我去，济南是山本的大本营，在那里，他可以随意调动部队。他的大本营，那更是咱的地盘，他济南能有咱们守啊？他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跟我决一死战。 要当着我们家乡父老的面把我消灭，好赢回他的荣誉。这回山本是孤注一掷了，我也是时候跟他算总账了。一旦又是一个圈套呢？是圈套我也得去。这回是为了救习武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闯一闯。没想到啊，梅纪子。 会把决战的地点选在济南。我认为在这里消灭梁飞，能够给帝国带来最大的宣传效应。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梁飞，他无非会在两个场合出现。第一，是我们关押上习武的地方附近，我们的人早就把消息散出去了。第二，是他们的老巢，武功队驻地。 所以找到梁飞也并非难事。向西武，我们拍几张照片可以吗？ 在制定的计划里，没说要你亲自上山去找武工队，你为什么当着将军的面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呢？还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找到梁飞吗？只有在他身边才能知道，他又怎么做？我以老师的身份命令你收回成命，可以吗？老师。 宗冕，你先出去，我有话要跟老师讲。现在，我才是特别情报科的负责人，你没有权利命令我。我清楚，可是你知道，你这样做有多危险吗？ 梁飞的能力，你稍有不慎就会暴露。你担心我？是的，不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你，美纪子。我。
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你回来，盼望我回来跟你同床共枕吗？老师，你才是天底下最无耻的混蛋！不错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艺妓。 你带我进入了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领域，让我去美国、去重庆，这确实比当艺妓要刺激多了。但你让我失去的更多，那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谍报人员，所以那就该被你侮辱、被你强暴，还说什么心里有我。 我心里没有你，对，我只有恨。如果不是因为帝国的任务，我根本不想看见你。美纪子，你心里不会真的有那个姓徐的队长？ 我心里确实有一个人，那是我要杀掉的梁飞。虽然是对手，但我并不否认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除掉梁飞以后，我会离开军界。这是我最后的任务。宗衍，雪丹，你刚才的话我都听清了，我不怕你任性。 也不怕你骄横，只要你能回到在重庆的那个蔡雪丹，怎么样我都能接受。我现在也是身不由己，我必须先完成他们安排的任务，才能跟你在一起。 宗冕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哪怕是最后一次。好。看看你的照片，何苦呢，上兄？ 如果你肯归顺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获得资源，并且还能得到重用。徐宗冕，你就是一个败类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。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？上兄，说句心里话，看到你在这里面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老话说得好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说你要是死…… 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小鬼子的意思？看来你真的跟梁飞待的时间久了，连说话的态度都跟他有点像。上兄，我劝你还是仔细考虑一下我说的话。 从报纸的照片看，应该就是之前被哥救人的那个时候，肯定就在那个院子里。关键，咱们怎么进去？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不救？是鬼子，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，走，救人！啊！别过来！ 别过来！姑娘，没事吧？走啊，没事，走。今天真是谢谢两位大哥了，要不是你们的话。
我肯定就遭殃了。我是从重庆过来找我大哥的。哥。啊，济南城人人都知道梁飞。哎，我怎么没听说飞哥有个妹妹啊？没听说？那你们一定是认识梁飞了。你们一定知道武工队在哪儿，对不对？这话不能乱说，我们不知道武工队在哪儿。你骗人！我不管，反正你们救了我，你就得负责到底。我跟你说，我还认识黑子、陈彩霞、王家将，还有邵大哥和我西文姐。那行，我带你去武工队，但是这一路上你必须听我们的话。没问题，只要你们带我去找我哥，我什么都能答应。我走的什么路啊？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武工队？你们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这就是去武工队的山路，你不去上山怎么见梁飞啊？可是这路……姑娘，我们能救你，那肯定就不是坏人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想见武工队的人，就必须要把眼睛蒙住。大龙，这是干嘛啊？我说了，你要想见梁飞，就一定要把眼睛蒙住。那好吧。先喝口水吧。哦。干什么呢？我算算，干什么呢？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好的，跟我过来的。猴子，你咋想？外人轻易就往咱武工队眼里，这是啥地方？队长，关键是他对梁飞的战队了如指掌啊，什么陈彩霞呀、王家将啊，他都知道。我一看他一个小女孩孤苦伶仃的，怪可怜的，就带上来了。小姑娘家家的就怪可怜啊。小队长，对，你看，这是他的箱子，里边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。队长，你说她一个小姑娘能惹什么祸呀？再说了，外边这么多人看着她呢。她是重庆来的？她说她是。这样，一切等梁飞回来再说吧。蔡小姐，今天你就先住这儿，外边放心，没人打扰你啊。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就找一下隔壁的王婶。哦，对了对了，那个别乱跑，我们这儿有纪律。那你先休息啊，先休息。回来了。啊，安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回来了，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。四大小鬼的宣传上戏舞在济南城，我呀准知道你就会回来，这不是就在这儿等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看看这个。水牢，这地方我熟，以前在那救过人。山本把习武关在那里，明摆着是想引我去。梁飞啊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知道谁找到咱们武工队了吗？谁啊？蔡雪丹。蔡雪丹？他怎么来了？这个蔡雪丹还真是不简单啊，为了找你梁飞都跑到武工队来了。哎，问题是他怎么找到的呀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，翻山越岭
跋山涉水，日夜兼程。不是，这都白搭，是吧？瞎子点灯，白费蜡，纯属自作多情。说正事儿呢啊！我听猴子说呀，这个蔡雪丹在济南城差点被小鬼子给糟蹋了。猴子大龙当时在水牢附近的街道打探情况，看到这一幕之后就上前营救，结果他们。 一来二去的，蔡雪丹说呀，要来找你，就跟着猴子他们上山，找到咱蜈蚣队了。这一路从重庆到济南，多危险啊！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？先不说他了，咱们还是收拾习武吧。这件事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啊，估摸着这山本是要在济南城跟你做个了断，梁飞。上级领导的意思是，全力支持你梁飞彻底铲除山本这个祸害。 可是这件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，梁飞啊，我估摸着在没有见到你之前，应该不会伤害上行。这样，梁飞，咱们先回山上制定一个完整的营救方案，你看怎样？好，哎，猴子，干嘛？我给你拍照。 啊，金师亮，你别光给我照，来，这好多人呢，给他们照啊。这个好，这是修车呢，这个好啊，这叫独轮车，哎，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呀？江湖，我给你拍张照，照相去。 厉害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推个大石头转，干嘛的？这叫磨盘，磨面用的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连这个都没见过。我怎么会见过这种东西？一定很好啊，我得试试。我帮你吧。这玩意儿可真累，得闪着腰。啊，这么累啊？ 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山沟子里面，山沟子里哪有机器？再说了，就算有机器，有电吗？也是啊，原来山里人都这么干活的。哎，我得拍张照。啊，来来来，都过来拍照拍照。来，大婶来来来，都来都来。看好了啊！这是回来了。哎，飞哥，飞哥回来了，飞哥。飞哥，飞哥，飞哥，飞哥。梁飞，队长，梁飞，队长啊！队长，飞哥，队长，飞哥。梁飞，队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别说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雪丹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这一路可是要经过谍战区的，你怎么过来的呀？别提了，吃了不少的苦，可我就一个想法，到山东斗武工队。 来找你和梁飞，我知道你们不会不管我的，邢文杰。又来一个，有事儿啊？这是？你什么都懂呗。不是，别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您什么都懂，好了吧？雪丹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会想到要来武工队呢？这可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啊！我在重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特战局那伙人天天把我抓去问话。 问我爸爸是不是因为泄露了情报才畏罪自杀的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在重庆也没有什么亲人，我一想我最亲的人就是你们了，我只能来找你们。邢文杰，你就帮我说说情，让我留在这儿吧。得，还砸手里了？怎么又砸手里呢？毕竟人家也是一有文化的人，把他拉进咱战队多好。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 你是脑子进水了呀，还是没长脑子呀？还没脑子，我觉得也是。哎，要是你从重庆到济南，脸色还能这么滋润吗？哎，你们女人看女人是不是都有点特别啊？好，别难过啊。我千辛万苦来找你们，要是你们也不收留我的话，我就真的没地儿可去了，席文杰。 好，你等一下。安队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
要不就让雪丹先在山上住下，至于之后的事情咱们再想办法。只要你们能让我留下，我什么都听你们的。猴子到，请大家先安顿休息下来，十分钟后对部开会。是。哎，大家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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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跟席文姐住一个屋就是好呀。不过有一点我可得跟你说清楚了。什么呀？我来这儿是来追求梁飞的，我是新时代的女性，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，我要向你宣战，你敢迎战吗？嗯，好，迎战。西文姐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是不是累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这一路太折腾。哎，上习武上大哥他怎么没来啊？在那天空，热血冲破胸膛已沸腾，展开翅膀卷起风暴，勇往直前，让大地听到我们呼啸。想要飞翔在那天空，追寻那心中的太阳，展开翅膀吹散乌云，勇往直前，照亮我们昂首阔步，勇往直前。我们迎着阳光，阳光一路向前，从不肯回头，抛洒热血只为心中太阳，纵然付出生命无怨无悔，手挽手肩并肩向着炮火，为了生命无语，勇往直前，迎着朝阳我们昂首